是离边很近，这样的时候，这个脚要抠，抠过去拉，拉出去，抠过去，身子还在这边，可是脚要到了。看不懂，这不是随便上一步的啊。然后身子不要倒，虽然侧的在这边，你看架构还是要在这里，看不懂？你偷这一步上远了，到这边你才可以，你才有这个空间。啊，上，看不懂？看看，转身偷的那一步要很注意。